简单的。他就是说，我就是要我的样子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要我的样子啊，干偏别人什么事？那所以啊，你进去就跟发型师说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，就剪成什么样子。我说我知道，他不能一比例全部剪短吗？一比例就会变猪了啊！一比例猪，太好吃了。我换我啦，这么快。